热带鱼生小鱼前的征兆。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热带鱼在生小鱼之前会出现普通鱼都有的一些怀孕的现象，比如肚子变大，胎斑变得明显。每一条母鱼肚子里面都会装有很多的卵子，鱼卵有些色泽比较深，透过母鱼皮肤看过去就是一块黑斑，黑斑越明显说明母鱼就快分娩。在分娩之前呢，母鱼一般会出现比较急躁的一种急游的现象，它的尾巴会经常翘起来，而且可以观察到母鱼的肛门收缩。在胎斑最明显的时候，可以把水温降低一两度左右，起到催产的作用。一般来说，热带鱼从受精到分娩的时间是一个月，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它的怀孕期就会缩短。在生了小鱼之后呢，最好将小鱼和母鱼还有其他鱼隔开，让小鱼单独在一个鱼缸，免得其他鱼或者母鱼把小鱼给吃掉。